原来要往卫武营，我是要直接到美丽岛站下来以后，往那个大寮了，往大寮极限，往大寮了，往大寮，往大寮方向卫武营。哦，你看，这样几层楼高，哦，两三层楼高，那上面已经地下室了，然后再往下面就两三层楼高，嗯，这绝对都是地下，高雄这么进步，难怪台南也想要弄，变得这么进步了。那换车要怎么？换车要怎么动啊？哎，哦，还要走这么远呢。